大家好，我是潘娟啊。然后那个，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最后一场，然后大家还能做到现在，除了这个其他的诉求之外，是吧？更多的肯定是要听我的分享，对吧？所以是的，对对对，谢谢大家。那个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呢是关于一些 big data 和 AI 的事情，因为我这边的 background 会比较的综合。我之前一直在 Apache 基金会，然后是 Apache 基金会的 member 和孵化器的导师，所以我自己做的项目呢也是关于 big data 的，叫 Apache Sharding Sphere。然后它是一个做分布式计算的，面向大数据的做的一个事情，当然是面向 TP 的。所以后来呢，我用这个项目去做了创业。所以这是我在 big data 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后来呢，我特别是 AI 这边应该说潮流过来之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是 AI 和大数据这边有什么样的结合点，也一直是我想去思考和做的事情。因为大家也知道，你做完创业之后总是想再做一轮相似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Agent， 以及我对一些大数据在 AI 方面的一些思考，所以这个呢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相关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一直在做 open source， 然后也在 Twitter 上和 LinkedIn 上也比较活跃，如果后面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话题，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上面做一些交流。然后这块呢是我们今天这个三十分钟就解决一个问题，因为也不可能讲得有多深，只有三十分钟，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事情就是怎么去搭建一个自己的 agent 的平台啊，或者一个 bot 啊。当然除了说怎么搭建这样的指导手册之外，可能我们更多的要看一下这个怎么搭建背后它设计的一些技术的要点啊，就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因为你只有了解了这个技术的要点，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去做所谓自己的 agent 的事情，也同时帮助大家在做自己领域的时候去做一些思考。就这个是我觉得比单纯的要讲这个 agent 怎么搭这样的使用手册更重要的一些事情。首先呢，做这个怎么搭自己的这个 agent 的背后呢，其实有几个点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因为 AI 整个过来之后，大家最有感触的就是作为 user， 那我们跟我们的 app 或者跟我们的代码做交互的方式就变了。大家用Copilot 觉得就很爽，因为我也在用，你只要去 prompt 啊，给它输自然语言，就帮你去写出代码了。我觉得非常的好用啊，能帮我省去比如说因为我既写 Java 又写 Python， 可能有时候我语法都忘了，那他直接就帮我去生成相关代码了。然后大家也会担心啊，那我作为一个 developer 未来会不会失业？我觉得就是会有风险啊。从我作为 developer 视角说，我会有风险。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不再需要一些单纯的 coding 的事情，你更多的需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和价值。就这个事情在现在来看还没有办法替代人类去做，而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人啊、人脑更重要的一些东西然后那作为 developer 来说呢，除了因为用户它的交互需求和界面发生改变，我们去做研发的视觉也会发生改变。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事情。包括现在大家在看的很多一些比较初级的职位就是在消失，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再往后越来越多的都会通过这些 agent 加大模型都会逐渐的被替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这一年就开始要去考虑一些做 AI 的一些事情或者是 agent 的一些事情。但在这过程中还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框架图，就是我们在看说 OK， 那我的界面有一个这个 agent， 然后我可以跟它去做自然语言交互，但背后它从基建层到平台层再到大模型层，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基建在做去支撑的。包括底下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厂商都是在做一些技术的转型，大家都会提供自己的大模型啊，或者提供自己的算力中心其实这个就是说很多同学说哎，我自己买卡自己玩那是出于一些
自己的兴趣去做。但如果我们要去面向我们的 2C、2B 的客户，一定是有成套相关的服务去支撑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算力层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云厂出现，去做这些算力中心啊、调度中心啊、数据中心之类的事情。然后再往上这层呢，就是 Model as a Service， 就是我的 Model 真的需要很多人都去做它的 Train 吗？我觉得不一定的。而且说实话，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间点，之前一直深耕在 AI 做 paper 论证的、做研究的，终于等到他们的时间了啊！所以他们爆发出来去做相关的研究。但对于大家，我们之前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的人，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并不是说就非要我就要去做大模型的 train 啊，就这个我觉得可以分开来看。因为其实关于工程化的东西，包括我怎么去用这个比如说 Model as a Service 去搭我自己的实用性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领域去做呀。因为你离的用户会更近，你更知道他们的需求，而且你也没有很强的 background 去做一些 model train 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岔开这些赛道去做相关的事情。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想从 agent 去深入啊，去看我的大模型的 train 啊，然后 platform 啊，然后 inference 啊这些事情。再往上这层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平台层，因为平台层其实技术壁垒不会像 training 那么的难啊，当然 training 也会有很多，后面我再给大家介绍。然后平台层大家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像字节这边的 Codes 啊，或者 FastGPT 啊， Crew AI Define 啊，还有 Microsoft 也推出自己的 Prompt Flow， 其实这些都是平台层。这些平台层就有一个目的，就是第一，它能让用户很快，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怎么能很快的把自己属于自己的业务的或者说 2C 的 agent 搭建起来，然后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帮助企业去解决企业的问题。第二就是它不是单纯说啊，我就是 AI， 我就是这个 LLM， 也不是的。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平台层其实你有很多的点可以做，包括大数据还有一些 workflow 都是运用在这个平台上去做综合的产出的。所以我为什么叫它是一个平台层，就不是单纯的LLM， 它是一个大脑的角色。但我们想想，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除了大脑还是需要有很多 tool， 还是要有自己的 plan这些事情的。所以在平台层会有这些工具或者是知识的产生，然后后面我们也可以详细介绍这个平台的一些事情。再往上就是一些生态了，这个和大家关系不大啊，因为都是行业解决方案的情况了。OK， 首先第一块就是大模型的 train。 大模型 train 刚才给大家有分享到，其实它有很多层，我们最底下就是一些硬件设施啊，包括我们说的卡呀、GPU 之类的。然后第二层就是我的 AML， 就是我怎么提供一个 training 的这个有点像这个 LM 的 Ops 的平台。现在好多 DevOps 其实也在做一些转型，就是说我们的大模型 train 的时候不是说光有理论 paper 的，它需要一些工程化的还有技术的支撑的。那很多现在的 open source 的一些 project 或者大厂都在做这层的我 train 的平台，我帮你就自动把模型从最开始的训练调优，然后 inference 包括评估都给你做了。所以这是我觉得可以去做的事情。然后再往上呢，就是一些 train 的 framework， 大家知道的PyTorch 啊、 TensorFlow 之类的。然后还有一层就是现在也比较大家在做的一个深的一个项目，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个领域，就是怎么去做调优啊，或者是怎么去做优化。就有点像我们的并行训练，或者如果因为今天来的肯定都是接触过一些 Apache 项目的，大家在做大数据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我去做数据的清洗，对吧？那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单纯的只靠你一个点啊，然后单点的去做数据的清洗啊 ETL 之类的，你肯定是要做分布式的处理的。其实在训练的时候也一样，现在我们说的大模型它的大包括的数据量多，参数也很多，然后计算也很多，它不可能单纯依靠一个这个 machine 去做训练的，所以它一定是分布式。而在分布式的时候它就有很多的策略，包括我是让 tensor 去做 shard 的啊，还是让我的 data 去做 shard 的，还是让 pipeline 去做 shard 的，甚至我可以综合去就是这个分布就 distributed 到不同的计算节点去做训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样一层这个叫优化层的一层出现。然后现在比如说像 Microsoft 做这个 Deep Speed 的项目还有这个 WeSkill 项目，其实都是在做怎么去优化训练的事情。甚至在训练的过程中，大家也知道，比如我肯定大家知道
Flink 对吧 Flink 的时候会不会在计算的时候有一点有一些 checkpoint 点，就是你防止发生一些变故的时候去回滚到那个 checkpoint。 其实在同样的思想在这个 train 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 checkpoint 它要去存，特别是我们在做大模型的训练过程中它数据要那么多，如果你没有 checkpoint 要从最开始再训一遍，那你产生的这个浪费是很大的所以是为什么说这个 optimization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layer， 然后大家去做相关的研究然后再往下深的可能就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而是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去触碰比如我怎么去现在有很多的算法，包括一些这个 multi 的 model 对吧，然后多模态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训练，怎么去做 TO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我觉得那是他们更擅长做的事情。 OK 就当然我介绍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怎么搭建自己的 agent 背后它会涉及到很多一些技术要求的一些事情后面呢就轮到我们的这个怎么搭这个 AI 的 agent。 然后 agent 的定义呢，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有感觉吧，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就说 copilot 大家写代码的对吧，那我用自然语言给他交流，然后他就帮我生成相关的代码，那你有没有考虑是说我给我自己搭建一个类似于机器人或者是代理层或者是 agent 的东西，然后帮助我去处理我日常的一些事情。其实不是说这个需求就是凭空突然因为 AI 出现就创造出来的，不是，其实都是你已有的需求去进化的，只是选择了一个更优雅或者更有趣或者更高效的方式去实现那搭建这个 agent 其实在这块就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搭一个自己的一个对话框然后比如说一个金融规划师对吧或者是帮我写一段营销的这个文字特别是帮我去纹身图之类的那表面上看你好像就是一个对话框但背后其实再往底下挖就是底下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些技术点包括我们怎么去写 prompt 包括我的这个 RAG 怎么做，就是 RAG 相当于这个检索增强的事情怎么做还有就是能不能和我本身企业内部的这个知识的 base 或者知识的库去做连接因为我们除了说我模型训练出来那个时间点一咔完了之后，那你企业内部好多的数据怎么能不可能说我自己每一个公司或者每一个人然后我自己在训练自己的这个 model， 其实还挺浪费时间还有效率的，就是你追不上比如我企业积累了五年的知识 OK 那我可以 train 一次，那比如说我两个月之后又更新了，三个月之后又更新了，那我怎么样处理这方面的知识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时效性的问题，所以这个 RAG 就会出现来减缓这样的问题。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 workflow 和 plan，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就是我们就说一个 workflow 一个规划，那比如说我要去订很传统的就是我要去订这个机票对吧，从包括我要看看今天天气，我要什么什么目的地之类的，其实这就是一个 plan 的过程，在 plan 的过程背后其实它是一个 workflow 在支撑的，所以包括后面我们再介绍，包括大家现在看到一些 Apache 的比如 Airflow 这样的项目，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应用场景的因为这个平台是需要这些调度或者是一些 schedule 来去支撑我完成用户的诉求所有的技术无论说我们说哎呀这个很傻瓜就是一个什么 app， 或者现在大家说的我是一个 infra 的 developer， 那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要不然你也可以自嗨我觉得也可以 OK 然后再后面就是一些 tool 因为我们知道就有点就为什么说我们说整个这 agent 的搭建它是有生态层这层出现的，因为很多就是我们为什么搞 open source， 你用 Python 写代码的时候你一定不会从零去写你的 library lib 对不对，你肯定就 import 一个进来了，所以 tools 在搭建我们 agent 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只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去呈现，然后能方便的帮我们原来可能我们写代码才完成的一个事情，现在只需要拖拉拽就完成了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的 slides 呢都会围绕这几个点去跟大家去做介绍，然后最终目的就是第一大家可以自己玩起来自己的 agent， 比如想接触一些 AI 的事情，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些技术在AI 这个领域都有哪些亮点的地方，然后第三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我应该从哪个点切进去去做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然后第一块是 prompt， prompt 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的比较多了，而且我认为它一定是第一步啊，就是不管后面你做什么，它一定是第一步。但这 prompt 的时候，这边也给大家有一些输入，就是我们怎么去教这个东西去写你的 prompt， 就是它也是有个 structure， 就像我们写代码的时候，你 if else， 然后再 for 循环 each， 甚至你还要设计各种什么单一职责原则去做这事情。而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去 coding 了，对普通人来说不需要去 coding 了，但你同样是需要告诉你的 LM， 就是怎么去帮我实现这些东西。而你写的这个 prompt 的思路越清晰，它越能达到你最好的要求。所以无论我后面做不做 rag， 我做不做其他 workflow， 这一定是第一步啊。那其实对于这个怎么写 prompt，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招聘网站啊，会有叫 prompt engineer 哈、啊，已经出现了这个。所以说 prompt 肯定是第一位啊。然后它其实是有几个原则的啊，然后比如。有几个原则，就是首先是 element， 就是它有一些组成啊，就不是说我写的一个200字的这个小作文啊，它就能给我搞定这个事情的啊，它是有一个 structure 的啊。有一些东西，比如第一就是你给它的人设啊，然后包括这个人设的上下文。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我就是一个 developer 啊，那你肯定要说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资深的 developer 啊，或者是他是一个 developer 的初学者。那这个时候你 prompt 出来或者他给你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包括你的语气，就是你希望他给你写出来的代码是简洁的还是需要很复杂的，就这些你都是要给他这些指令啊告诉他的。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 elements 的时候，就是给大家提一些点，就这些大家看到的都是要考虑的，就是你写的 prompt 越符合这个 structure， 那它产生的效果越好，甚至你也不需要在后面做一些其他的手段啊。所以这个一定是第一步啊。包括比如说你想想啊，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你有一部分一些数据啊，可能是在 MongoDB 啊，有些数据在 MySQL， 然后你想告诉大模型说，当什么什么，当查询非结构化或者文档数据时，请访问 MongoDB 啊。当查询什么数据的时候，请访问 MySQL。像这样的语言，我们都是需要拆解成这样的 elements， 然后告诉我的模型说你是可以访问这些东西的，甚至告诉他说，在比如说我想看一下今天天气，在什么当用户去说要查询北京的天气的时候，你要调相关的接口。就 tool 去实现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可以通过写 prompt 能够实现的啊。我是说先告诉他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prompt 一定是第一步。然后包括它其实有一些所谓的 framework 啊，去帮助大家去写，就是你说太多了我不想了解啊，那可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 framework， 就包括这个 broke 呀、crispy 呀、就是他们就是给你定了这个框架，然后大家写就是可以拆成这样的框架去写你的 prompt， 然后让它更好的帮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底下我给大家附了两个网站，就是这两个网站是能够更好的了解怎么去写这个 prompt 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一定是第一步啊，逃不了的。然后再讲就是这个 rag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清晰的事情了啊。然后基本的这个 workflow 呢，就是有两个版本啊。第一个版本呢，就是刚才也说了，我的企业可能有很多实时更新的企业内部的私有化的数据啊，那可能我第一不想公开，然后我不想被 train 啊，或者是它太快了，需要每天都在更新啊，那我不可能每天就训一个 model 出来，那我就需要 rag 来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也要解决一些幻觉的问题，就是不让他瞎说八道，对吧？因为我已经告诉你是说我有 rag 这样的数据的，你是需要先访问他去做一层过滤的，对吧？你不要说不知道无中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是 rag 为什么这么流行，而且要做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原因。那它基本上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刚才说的很简单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是在下面这个 PPT 当中啊，就是我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图像啊，或者是一些 JSON 啊，或者是文件呀 啊然后我呢会先去做 split， 就是要先切这个文件，因为太大了。比如说你一个 PDF 还好，比如说一兆或两兆，但如果说你整个企业的数据那几个 T， 所以说一定要先做 split， 然后变成很多的 chunk 啊。当然做 chunk 或 split 的时候又有很多很小的细节，就是你怎么去切这个文件。有可能你切的这个句子就是一半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吃饭或参加会议，然后你切的时候是切到了我今天，然后也没了啊。你说这个文件就是它
刚好就省略了很多信息。那么你在做检索的时候，你切的方法有问题，就会导致你很多东西都是忽略的、不完整的，到时候切不出来，或者是你检索不出来的。所以在 split 这块，你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算法。如果大家用 long chain 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 splitter。然后去帮你去切各种文件，包括 PDF 呀，然后还有一个项目叫 unstructured， 然后他就做得很好。这个 open source 项目就是一体化的去给你切东西，然后并且给你拉到整个的这个 vector store 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切文件 split 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切完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要通过我们的大模型去把它变成机器能识别或者能做对比的这些向量，也就是 vector 然后 vector 就是把它映射到整个的向量空间然后它就可以去做一些语义之类的计算了这就和我们最传统的比如说做这个ES 的搜索就差异很大了，因为它更是这种相似度的计算空间层面相似度的计算，就不简单的是我这种我今天就专门搜索到包含我今天这个文档的事情了，就不是这样了。就是网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用男人这个向量去捡女人这个向量之间的这个距离，可能就等于这个我去King 捡这个 Queen， 就是这个国王和女王之间这个距离，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类似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做这个 vector 要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存到我们的向量引擎或者向量的数据库当中。然后我这里为什么叫 DB 和 library 呢？就是又是另一个大的话题。其实之前我有考虑过，就是现在好多做 DB 的厂商MongoDB ES 或者是Cassandra 是吧，大家一定都会向 AI 去靠近，那最能靠近的就是这个 vector 的这个搜索当然 vector 搜索这边又会分，就是也有很多新的 startup 公司出现，就是专门做 vector DB 就是我们说这个 engine 和 DB 其实还蛮有差距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很主流的这些 vector DB 就会出现去做这个 RAG 的事情，甚至他做的会很多，就是他除了帮你去做这个最基本的 vector 检索之外，他甚至包括把这个检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advanced， 看几点 advanced 的这个 RAG 他都给你做了，就是这边这个就是检索完之后的后期处理和前期的过滤他都能给你做了。比如说我用 A 的这个vector 算法去检索的数据，那可能有可能你检出来的结果不太相关，或者是太多了，你想做二次的这个 filter， 那其实这个 post 的之后，就是我检索之后再做二次的处理我们的 vector DB 都已经帮你做了甚至在之前我需不需要先通过我们的 metadata 查询，就比如说比如一个图片，对吧，除了说它这个小狗和小狗两个图片之外，其实你的包括你底下打的这些 tag 这些标记或者它的一些时间这些 metadata 都是可以作为检索条件去处理的。那我在过我的 vector 搜索之前，我先通过这个去滤一遍，是不是就可以减少这个搜索的时间然后让我的这个延迟变小，然后效率变高。所以像这种比较稍微多一些的这个我们说的 advanced RAG， 其实很多这个 vector DB 都已经帮大家去做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 RAG 我要去解决的这个事情。然后当我们检索的时候呢，就非常简单了，就是我的查询过来要用同样的这个 LLM 去把它 vector 算出来，然后去做这个相似的这个计算所以这是我们RAG 这边要处理的相关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和我们的现有的一些 DB 的项目或者是搜索的项目其实挂钩就很多我觉得这边其实如果大家有想法的，因为其实包括我 mentor 的一些比如说 graph 的一些项目，其实他们就开始想着graph RAG 是不是我也可以去做相关的事情所以也能看到大家这个转型哈。然后说完 RAG 呢，接下来这个没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就是 workflow， 就是另一块我们大数据可以去做的事情。因为你仔细想想，就是包括我在搭建 agent 的时候，那我是需要它是有一个工作流的，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多智能体然后就是能不能让我的智能体能够完全帮我去自行规划我相关的事情。可能我一句话就是说帮我订今天的机票就是一句话，但你订机票的时候它是要去拆解这个任务的包括今天是什么时候然后帮我是谁
然后机票需要设定航班吗？就这些东西它需要去 plan 去拆解的，而拆完之后它是要有调度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看到那个 agent 行，哎，就是一个 bot 啊，但其实后面的并不是说就是 focus 到 AI， 它后面还是用了很多 schedule 啊、workflow 这些技术啊。然后所以这边呢，我为什么用 Airflow 去做这个架构图，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 agent 的平台，它背后如果当然你用 Python 肯定不是，肯定用别的这个它自有的这个 workflow 的框架去实现啊，但最终到底是要通过这些 LM 去帮我们做决策，帮我们去做分析完之后，还是要调用这些 workflow 帮我们去实现整个这个流程的去做规划啊。那么有了这个规划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call 啊，就是 function call， 可以 call 一些tool 出现了啊。然后简单的我们说 launching 的那个 function call 呢，可能就是让 LM 决策什么时候去调我的一些 function， 然后把它的标准输入和输出定死啊，这样呢有了标准的输入和输出，我就可以去根据这个输入输出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 step 啊的操作啊。比如说我就定死了我的weather 的返回的 output 就是一个 JSON 啊，然后里面每一个 key 和 value 是什么，那 LLM 收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它是可以去处理，它知道我怎么用这个 output 的结果然后去做下一步的这个计算的啊。当然我们是说简单的 function call， 但像刚才说的它其实你发展大了就是一个 lips 啊，大家用 Python 去写代码的时候肯定不会从头写啊，这些 lips 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去出现啊。然后有这些 tool 呢，那最终刚才说的 rec prompt workflow 啊，然后把我们的 tool 我们就可以完全自己去搭建这样的平台。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玩一玩，就是你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切入，或者你想对它感兴趣，我觉得还是要玩一玩。因为在我从头到尾去搭建了我的 agent， 然后把它 public 到我的这个大家自用或者用钉钉啊，或者用飞书哈，我发布了飞书，然后它就会在每天十点钟的时候给我发这个消息过来啊，把我在别的比如说我有一些这个定日历的一些 app 的东西都给我采集过来，然后再把飞书上的会议给我 merge 一下啊，然后给我列出来我今天的这个日程是什么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当然你在这过程要调，包括你怎么写 prompt 啊，然后你告诉他你的这些 API 怎么对接啊，这些都是你要去做的，但是你去实际去做了会觉得哎它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你可以顺着这条线往下去做深啊，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平台哈、啊，包括其实我原来是用 ChatGPT 会比较多啊，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 ChatGPT 有一个你可以去给它设这个persona， 就是你可以给它设人设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就经常和 ChatGPT 聊天啊，我觉得还有意思，因为它的很多回答让我觉得还蛮深刻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哦。原来就是你可能跟一个普通的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他可能给你的回答还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当你去跟 ChatGPT， 哎，我给他做广告了是吧？跟他这个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的答案很深刻啊。然后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很有事情啊。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刚才我在第三页的 PPT 吧，已经列了好多这个 agent 搭建平台，然后有 open source 的，有只是免费的，没有 open source 的，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搭一下它，包括里面的 reg 或者是 workflow， 包括甚至要加一些声音、图片，它基本上都给你去完成了在这个平台上，还有一些 tools 你都可以去免费的调，比如说大家想看一些 paper， 对吧？那都会有一些 tool， OK， 都会有一些tools 的出现，然后帮助大家去。你就不需要写这些 workflow， 它都帮你调起来了，然后可以去玩一玩这个事情，然后好啊，然后这个就是我整体的这个分享，好吧？嗯，好，谢谢大家。谢谢范军的分享，有问题吗？现场有问题吗？可以请说来问。没有问题，可以加我的 Twitter， 是不是？啊？啊，当然可以了，对啊，这个，对不对？对啊，这个除了跟做产品的广告，还得给我自己做广告，对不对？我有个问题，你刚刚提了一句 graph reg， 可能您只是提了一句 graph reg， 但是最近那个微软开源的 graph reg 就非常火嘛、嗯。然后我看了几个科普的视频，就是去使用那个 graph reg，
体感就是非常非常贵，嗯，而且也很慢，啊，对，本地的就很慢，啊，是，对，所以就关于 GraphRec 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调优的建议，或者说使用的建议之类的？哦，我给的很浅，因为首先我没有真的作为 developer 去开发它，所以我没有办法给非常深刻的建议，但我也确实在了解这块，刚好我带了一个项目，他也想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现在来看呢，就是因为我仔细看像 paper 包括大家在说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做的那个 paper 对比，他的对比的基线是很低的，他就只是拿一个 long chain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底线的 reg 的方式，然后去对比说，哦，你看我的这个多优秀，就是他没有把他的底线拉到现在这个平均线去做对比，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当然我知道出于 paper 需要肯定这么写，但是我觉得还稍微有一些偏颇的，包括我们在做这个 reg 的时候，做这个 reg graph 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要去建立它这个 graph 的，所以它的耗时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去构建这个图，在做检索，在做东西的时候，它只要存在，它肯定会存在这个耗时，而且其实这就是一个精确和你时间一个互换，一个 trade off 的过程，就是你看你想要哪个，那接下来比如说，哎，我发的第一个 paper 大家都吸引关注，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下一代的 reg 对吧，那他接着去做算法的优化或者去做去提升，然后让他这个时间和刚才那个 trade off 变得几乎接近，那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能给到的就现阶段他并没办法上生产啊，但是大家说我关注这个赛道或者我了解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我自己 test 也是没问题的啊，但再深的建议我没有办法给到。好的，谢谢。OK OK。关于这个问题，我来补充一下啊。现在大家能看到纷繁复杂的框架、纷繁复杂的 agent、纷繁各种东西，大家都可以认为还不是一个，也不要说最终形态吧。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形态，就在于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底层大模型的能力，而目前底层大模型的能力的进化还没有看到缩减的迹象，所以说所有现在做的事情都是针对现在大模型的能力不足而做的，一些做的缝缝补补，当然这个阶段是大家需要找一些流行的框架来熟悉手感，就说这个时候你再不上来，你根本找不到这种感觉，而且当新的模型出现的时候，针对你上来框架的新的框架出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你也根本体会不到这个革命性，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上手的程度会相对其他人会慢得多，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目前流行的框架持一个开放态度，但千万别笃定它，我靠，我用了 LAMA 不是 Index 对吧，或者我用了 Longchain 的，我就死抱着它不放， LAMA Index 做得很烂的，但没关系，过 LAMA Index 做的呢，过两年肯定也会有替代的，但没关系，用了它学它知道它解决什么问题，也知道它什么不足，过段时间出个新的框架再试，一定会，我觉得可能待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默认的标准的大模型之上会诞生出一个 universal 的一个框架出来，然后还会针对各个应用场景还会出现许多细分的框架，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那个状态我觉得可能还得2年左右，但不妨碍大家可以先玩起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问一下，就是像 reg 的话，就是先检索啊，一般就是如果说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是检索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检索的越多，它可能整体的响应的时长就越长，我如果检索的越少呢，他可能回答的又不那么准确，就这个检索一般就是这个平衡怎么去掌控，就我到底检索到什么程度才能认为这个是个 balance 的这种状态啊？对，
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其实你看 launching 或者其他的社区吧，会有很多的这个 evaluate 或者做评review 或者做 evaluate 叫什么，就是评价的这个框架或者是它的一些工具出现了。所以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用这些工具去跑出来你的一个对比，就是这是一个结果，比如准确度对吧，耗时，然后召回之类的，就这是我能建议的工具，我们可以先去看。然后第二，到达什么程度，这个我没有办法给评价，因为这个是要你用完工具看到它的结果，按照你自己的业务诉求去来判定，就是哪个符合你的指标。比如说你很明显时间这个指标或者 latency 你就能感受到，如果它的召回花了五秒才完成，那在页面上用户可等不了五秒。所以我只是举一个非常典型的 example， 就是可能我们需要自己去把这个 metrics 定下来，然后根据我跑出来的结果去做衡量。嗯，